夫人，这是做什么？二爷，你怎么这么随意啊？是不是默认三嫁就不被重视了？我的重视都在心里，我们呀都老夫老妻了，还在意这些做什么呀？ 不过，我们经历了这么多，今日总算是完婚了。墨儿，委屈你了。确实是委屈，人家大嫂还有凤舞都有夫君精心准备的礼物，可是我就没有。你可是变心了。 我只有这么一颗心，我该怎么变啊？贫嘴！哎呀，好了，我不跟你闹了。这，我们都成婚那么多次了，我每次都要给你准备礼物，我想不出来点子了。哼，看来阿哲对我用心也不过如此吧。 我呢，实在想不出该送什么，所以只能把龙家金库的钥匙送给夫人。夫人想要什么呢？自己买便是了。二爷向来视财如命，你就不怕我携款而逃，然后卷走龙家所有的财产？那我呢，就要抱得紧一点。